Hello， 胡哥，问你50个问题，准备好了吗？那我走了。不行，开玩笑。对刚认识的人会用什么作为开场白？哎，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你。刚才一小时中遇到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？到你家来做客，居然还要回答我什么问题？最近一次在朋友圈发了什么？一首歌。嗯，别干站着了，我们去里面坐会吧。少说嘛。要帮你拿衣服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多久换一次朋友圈？多久换一次微信头像？看心情，可能半年吧。无聊的时候如何打发时间呢？走路或者睡觉。嗯，睡前一般要玩多久手机啊？玩到没电为止。上一通电话是打给谁的？我妈。你现在最想听哪首歌？那我手机去放吧。去 KTV 的必点曲目是什么？离人。给自己的唱功打几分？60-70分吧。家庭音乐还是 HiFi 耳机？ HiFi 耳机。你觉得最扯的一句心灵鸡汤是什么？失败是成功之母。哎，要不要来一盘？好啊，你确定吗？能赢不了我？让你知道什么叫失败是成功之母。一直想去却没有去过的地方是哪里？南极。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做皮肤保养？我基本不做，一分钟吧。留胡子还是刮干净呢？留胡子。裤腿一般要卷几层？哎，你确定要这么走吗？你这么走的话我就赢了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那我们等着瞧。哎呀，先回答问题，裤腿一般要卷几层？两层。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穿衣风格。野兽派。接下来我们再玩一个游戏，你盯着我，我也盯着你，看谁先眨眼，好不好？这么无聊、用一句话形容自己穿女装的感受。腿毛太长了。最难念的一句台词是什么？我爱你。下一步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？警察或者医生。最想拿的下一个奖是什么？没有。用眼神来表现一下以下状态。我现在还在玩这个游戏呢，你是想拉我？你输了。去。好，第一个尴尬。尴尬。愤怒，懵，好，哎呀，喝点东西啊，好啊，走，我们去厨房。那个还没下完呢，你也知道自己要输了是吗？那待会儿回来接着下啊。好啊，还没下完啊。用语气不如造一句子。语气喝咖啡还不如喝酒。最喜欢模仿哪一个明星？没有。能即兴创作一首三行情诗吗？这个有点难，我能不能想一想啊？OK， 没问题。用哪一种酒形容自己？烈酒。收到过最不可思议的礼物是什么？避孕套。什么？避孕套啊。作为胡老板最大的怨念是什么？老板嘛，就要板着脸。其实你不会做寿司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做饭团。有没有一种曾经打心底里厌恶，现在却渐渐爱上的食物？鱼腥草。你觉得自己跟哪个超级英雄最像呢？我可以把诗写在这个纸上吗？没问题啊。说到这个纸，顺便你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画一个自画像吗？好。最让你看哭的一部电影是什么？ A Moon。 一般如何向家人表达自己的爱呢？我是一个不太擅长表达的人，所以呢我基本上是不说什么就去做呗。你觉得哪位明星的脸最适合做成表情包？憨豆先生。那如果要给自己设计一款 APP 会做成什么样子？可能是一款摄影的 APP。 有没有百看不厌的一部话剧？我可以说自己演的吗？当然可以。是哪一部啊？如梦之梦。那现在正在读的一本书是什么呢？哥伦比亚的倒影。那本书在讲什么？那本书是木心先生的出版的第一本书。有没有最想戒掉的一句口头禅？哎呦我操，为什么要戒？最想尝试一项极限运动是什么？跳伞。可以给我们看看你手机里最近拍的一张照片吗？我手机在那边放音乐呢。那行，一会儿去拿。那接下来三个问题，1-10分为自己在春晚的表现打分。7分。1-10分为自己的摄影技术打分。7.5分。1-10分为自己的幽默感指数打分。8分。好了，我的话和诗都写完了。来，再给我们看一下嘛，或者把诗念出来。
三行情志嘛，第一行没有你，第二行没有你，第三行没有也罢。那自画像呢？能解释一下吗？嗯，这个乱七八糟的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我的头发，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我脑袋里的一些想法。我就是一个经常有天马行空想法的一个人啊。这个眼睛就是我把它画成了一个弹孔的样子。这是我的一个伤，但是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弹孔，可以直接看到我的内心。哎，然后呢，这个嘴上我是给它贴了一个胶布，我觉得我应该少说话。耳朵我就画得特别大，是因为耳朵它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我希望我可以，多吸收，外在的别人的东西，好的东西。好了，您说太多了，我们要开始准备决定一张照片。照片是吧？对。哎呀，那个，好像我最后一张照片是在洗手间拍的。那干脆自拍一张。对呀，现在拍一张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谢谢。嘿嘿，哎。你觉得哪种颜色最能代表自己？蓝色。偶像包袱有几斤？没有。那如果你把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人生搬上舞台，剧本的名字会是什么？1717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密码。啤酒还是红酒？红酒。吹风机还是自然风干？自然风干。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？一见钟情吧。哎，你刚不是说你要赢我的吗？把最后一步走完啊！看好了啊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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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来，好了，你赢了。OK， 我们问题也问完了，谢谢你，胡哥。So， 你可以走了。这么现实啊！走了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确定你这个猫眼有用吗？啊，这么低，你能看见我的脸吗？拜拜。